这跟想象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嘛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加油吧。啊，这个我对照顾小孩子完全没经验，这种事情我应付不来。没关系，你主要负责孩子的安全就行，相信你可以。小朋友，你们在玩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小可爱，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边啊？我叫苏小小，你呢？可可。可可，你在看什么书呀？你为什么不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呀？都是一些小孩子，没意思。我们家一晨哥哥真是穿什么都好看。玉儿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去处理。